现在你们的朋友被困于巫的口中，完了，黄沙会慢慢将他掩埋。想要解救你们的朋友离开这里，你们就得陪巫玩一场游戏。要加油，这个沙子一直在不停地放。我们一定会救我们的朋友的。怎么玩？你们二人需站于武对面兽首下，当武睁眼时你们不可移动，当武闭上双眼你们才可前进。好，一二三木头人。如果违反了规则就要回到起点重新开始，直到你们来到巫的面前，将手放在巫双眼上，游戏方算结束。记住，铃响你们将面临惩罚。哎，我们是可以站在地上走吗？可以，但不要碰铃铛。应该是怎么都可以，只要不碰铃铛，他眼睛一闭你就可以动。明白了，来吧。很好，那么游戏开始吧。加油。黑的。别摔着啊。我你可以往前走。喷水。哇这个倒来倒去。我很喜欢这场游戏。哎呀，黑了，现在可以往前走了。我知道他喷水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居然没有抓住你们，给吾等着。你走到，你走到。徐凯，你到哪了？出来了。摸吧，摸吧。摸吧，摸了，我也摸了。继续看，我喷湿了，感觉。你怎么过来的？迈过来的？迈过来的。我是一路这样爬过来的，贴这个缝爬过来的。吓死了，居然给我们耍诈，太坏了。成功了。现在呢？哎呦，我拿到了一个盒子。好，很好，你们没有让巫失望。将盒中红色宝珠置于巫头顶的石槽里，你们就能离开了。那就祝你们好运了。好了，
好，开了。耶，救救你了！谢谢你们救我。虎口脱险。这有个东西，放进去，放何老师这保管吧。你收好，你收好。你收好吧。这边门开了，我们要继续往前爬了。命走前面。哦，是亮的，亮的，亮的，非常亮。凯，不怕。好。哇，你这边一直掉沙子。对，所以让你们不来救我会被埋了的感觉。啊！哇！哇，这棋，大阵仗，大阵仗。哇哇，这沙子真是。是这儿吗？这个门。哎，你那半块玉佩，我觉得得等另外半块才可以。我那是半块吗？您是半块玉佩。有个纸。哎，你看一下。王陵之中机关重重，唯有解门石可开启王族墓室之门。解门？解什么？门石。门石就是半块啊，得等他们那边半块过去。哦，对，这是个圆，对。所以这个门是要从那边过来。对，他们还没开。Hello。Hello。哎。小贾，大老师，嗨，马上马上，应该三孔为要义，发条为实嘛，用对了，是不是还能干别的事儿？来吧，转一次哦，转一次啊，三，二一，转，急门急门，转了，哎，心急如焚啊，哦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甘霖天降，流金图腾，填埋顺序即为秘法。是英文还是数字？是个密码锁吗？不是，我看一下啊。五位数密码，这个代表了一个数字啊。相鸡，鹤兔羊，十二生肖啊。是吗？啊，兔就是二吧？兔。嗯。他说甘霖这个东西，久旱逢甘霖嘛，这个雨要怎么着？啊，我怎么着降？他先碰到了，然后能够流到所有图腾上。填满的顺序啊，第一个是填满的这个。啊，对，因为是滴，像是第一个填满的。这是第一个填满的。嗯，它滴下哦，滴下来，先填满它，它满了之后再往下，填满它们两个。对，先填满这个，再填满这个，然后再填满了这个。哦，对，说的对啊。这样，所以现在的顺序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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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上面之后，它先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不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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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。因为这不可能填满啊，因为这永远是那。它可以填满，因为全部的水都上来了。对，先填的这个八九十。好。哦，明白了。哦，那咱们摁吗？就是以这个方式来按这个。